冒烟辣肥肠面，今天我吃的是爆辣的，酸奶已久味。这个面条太筋道了，大块的肥肠一点都不腻，肥肠我这一盘是一份的量。辣劲上来了，太辣缓解一下。哎呀，不能吃辣的，不要来爆辣的。眼泪都出来了。哎呀，辣是真的辣，但是真过瘾呀。